大家好，我是品评网的选酒顾问，我是柴勋。好，那很高兴帮各位挑选十二月的酒品哈，是这一支很特别的龙和秋的白酒。那这一次我挑选的这一支白酒呢，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类型的白酒，叫做自然酒哈。那这一种类型的白酒呢，它是是没有经过过滤，没有经过滤清等等。那所以呢，基本上在我们目前遇到很多食安问题的状况下呢，它是最符合我们对葡萄酒的一个最纯净的葡萄酒的一个认知。好，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颜色。好，我觉得这个从这一款酒的颜色里面，我们看出来它的酒体基本上相对来讲是比较饱满，因为呢它有很丰富的金黄色的色泽。好，那它的香气的部分呢，它会有很丰富的西洋梨，还有苹果的味道啊，然后还有会飘出了很迷人的花香。它的酒精度不高，但是呢，它酸度也还适中，但是它在口中营造出来一个很和谐的味道，很均衡的感觉，也有很丰富的这个尾韵，所以这款酒来做餐酒搭配上，或者单饮都非常不错。好，那我想这款酒相信在十二月可以陪伴各位呢度过一个很不错的圣诞节。好，那过年的时候呢，它来做餐酒搭配也很不错。好，慢慢的上升，那你会觉得它的饱满度越来越高，然后酸度同样一直有它的一个支撑在，那你会觉得这支香槟非常耐喝。